甘油三酯高多少算严重？如闻医生特邀专家董鹏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正常的甘油三酯低于1.7毫摩尔每升啊。然后，如果你甘油三酯高于，正常你要高于2.2毫摩尔每升的话，可能你要开始考虑进行药物治疗。如果你是大于2.0的话，毫摩尔每升的话，你可能需要饮食的一个控制和进行一些运动的一些治疗啊，增加活动量。甘油三酯呢，是我们这个人体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种成分，但是你过高的话，可能会引起这个高脂血症，加速这个血管的硬化，或者引起胰腺炎或者其他的栓塞，或者其他的一些疾病。一个，我们就是要减少这个热量的摄入，减少油脂类的食物的摄入，再一个要增加运动量，多是摄入这个蔬菜，然后多参加体育运动，对这个饮食啊，就要有效的进行搭配。然后如果血脂确实不好控制的话，有些人他是跟家族遗传的基因有关系，你需要进行一些药物治疗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有贝特类的药物菲诺贝特这种药物，还有一些我们传统这个中医药决明子呀，或者这个血脂康这种胶囊啊，它都是有这中成药，都有一定的这个治疗作用。那总体上来说，我们需要改善生活方式，然后如果生活方式改变之后血脂仍然不下降的话，那需要增加一些药物治疗。